实你不用勉强。你把东西寄到我家来干嘛呀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搬来跟你一起住。你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呀？在法律上，我们还是合法夫妻，所以我是你的，你也是我的，不准不要。你能不能讲讲道理？咱们两个现在是分居。我现在不想讲道理，你到底要不要开门？我们家太小，没你住的地方。我可以睡沙发。人呢？不是做饭去了吗？不是说做饭的吗？怎么在洗澡？陆林。嗯？帮我拿点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的箱子里有我的睡衣。自己拿。那我就自己拿了啊。哎，我帮你拿。哎，还有我的内裤啊！你别太过分了。哎，我是可以不穿的，我这不是怕你不习惯吗？嗯。谢谢啊。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干净的毛巾啊？洗手台下面有条新的。我需要两条，一个擦脸，一个擦脚。都是你自己的身体，分什么高低贵贱？那我用你的了啊。哎，江一成，你不许用我毛巾。我那条是擦脚的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不嫌弃你。江一成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是来捣乱的吗？我就是想学一下煲汤。我哎，烫！你之前学做饭的时候也是这样吗？哪像你啊，一心二用的。我这是没有经验，以后我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。我说的不是他，是你。其实你不用勉强。我不勉强，我心甘情愿的。我去点外卖。哎，你水还没有关呢。